哎呀，可以放了，这不要擦应该。你咋应该？我擦！我擦！哦，咋的？咋没人？咋的？咋没人？哎，终于成功了，终于成功了！啊操！终于练成飞牌了，太硬了，再来一次。哎，又成功了啊！终于下明白，得看清楚了自己。今天尝试一下那个飞牌的那种感觉，手一样放松，然后抖出去。以前没练过，今天尝试了一下，就是一定要放松，抖出去。上，哎呀，功夫不会有些人了。怎么不跟着一起训练啊？他犯规被禁赛，你晋级。事在人为吧。哎，所以说天下功夫啊，就是一定要放松，这个力道还出得去。速度还上得去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还没这么强，我就是为了。